还在哪里？江大礼炮的部分。江大礼炮嘛。我只要点人了。哦，他点的就是下礼拜一中。然后就点我，快点。对啊。那他就一定会点他最最要当鬼的人啊。对啊对啊。哇，好了。阿鬼这几天一天。哎，我这只来一只啊。当你喊了以后，鬼庙承认说他杀的，你连你还是对的，我就会跟你说是错的。哦哦，好，我死啊！哦哦，那个如果他其实知道你鬼要自己承认，没有承认我就跟他说错了。鬼可不可以连杀？一开始就一直疯狂的。好可怕！可以啊。只有要检举就停下，有人要检举就要停下来。恶心欸，拔针你死了，我死了，死了。那你要后退一点。我不是后退了。哦，没有，我已经后退了，怎么样？吵死了。哦，哭哭哭哭。哎，你们不要随便乱眨眼。他在对鬼眨眼，他用右眼扎修翼。鬼。哎，等等，你喊了是不是？他乱喊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其实他拧死了。所以这样不算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可是他那样扎是不是代表他是鬼？大家看师傅啊，他在练习。SP 还有个屁，原来练习，你看都有练习没有？在 SP 还有个屁，超屁的，不错，好辛苦。哎呀，蛮好的。你们被杀可以帮别人误导，就你过了十秒才出去。对，只有大哥是鬼。如果是五分钟之内没有杀死三个人的话，鬼出局。应该是有3到5秒的那种限制。好，课本可以啊。好，现在开始了。我觉得大哥是鬼哦。哎，你觉得对不对？我超不敢看他的。哎，你觉得对不对？哎，我觉得这人是鬼。哎，不要乱眨眼睛哦！我在人在眨眼睛在看。鬼。天真的。真的，大概是鬼。哇！哎呦妈！哎，不要乱眨哦！不要乱眨哦！麦克别来哦！哎，雨好猥亵的泡面也还没死。他刚不是扎你吗？没有，他用两只眼睛扎。两只眼睛扎。因为我这边看只看到一只。哎，陈耀，听我说，我觉得陈玉是鬼。哎、欸，我要开始计时哦！如果在这两分钟没有杀人的话，那我就要开始鬼出去了。好，太好了！你死了？没有啊。他是说好了呀、啊。我想那么快。哎呀，说不定有人杀不死。我刚刚快死了耶！鬼怎么弄？我死了吧。啊？什么？哎、欸，死了！难道我限定两分钟杀一个人？我死了。我要重新计时，两分钟。死的好。这样我们一场，如果每人有两分钟才杀一个人的话，欸、可是你这样规则，只要每个人都看地板，那鬼就死。不能这样啊！这就是我们要心态。所以你要提醒那个主持人，提醒大家不可以看地上。看到好，我也检查你们没有看地上，又死了。我死了，那就要再来重新计时。好快哦！那个位置看着死人呢、啊。哎、欸，亲，你不要盯着别人看。哎、欸、哎，这样老衲是鬼，你扎我之前我也看到你扎冠廷了，你用右眼。啊？对不对？错喽。规则上是这样的吗？规则上应该是死人才。他说不是死人啊，不是死人。可是人还没死，你就说有死人。没有，冠廷死了。啊？可是他没有喊啊。那所以他要说，刘冠廷怎么被杀的？有钱不还给那个棺材头。要印证他的话嘛，对不对？他说，这是吗？他说林宪宇上，我只看我还在死，林宪宇不会死。好，那就没事。所以是错的吗？啊。所以是错的，算陈玉死吗？我刚死了。你死啊？阿亮，你没看到？没看到，我这样转过去。没看到那你怎么死？哎，真的？那怎么死的？哎，短的你。哎，猴子，我说我不知道我死了，我这样转过去，我这样回来，我不知道，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。啊，所以他根本没死就检举嘛，根本就你的问题啊。他以为他死了，以为他死了，他往后坐啊。靠腰，你不要往后坐。我只是，人家刚刚那不算。我刚刚看到，好，那没关系，那不算。然后刚刚那重来。真的假的？